古来苏注，待不发人，世缘旧焉，所存无几。云起和尚，诸位苏超，广大精微，优喜思博，述云中超，高深宏博，爱如日月中天，有目皆睹。弥陀经在中国以来，可以说是弘扬最为一部经典。前面曾经跟诸位，因此注解这部经典的人呢，也就每一个朝代都有许多人注解，但是这些注解能够流传下来，也就是说失传的很多。在我们研究阿弥陀经，可以说从古今注解里面最具权威的三种注子，这是从明末清初以来几乎为佛门里面的公认的。第一个就是莲池大师的苏超，这个地方称他做云起和尚，欧耶大师是莲池大师的私塾弟子，也就是说莲池大师虽然不在了，往生了，但是欧耶大师还是以莲池为老师，向他学习。那么莲池不在世了，怎么个学习法呢？莲池大师的著作存在，专读莲池大师的著作，遵照莲池大师的教诲去修行，这个就是我们中国古人所谓的私塾弟子，他学得非常成功，所以莲池是净土宗一代祖师，他也是一代祖师，确实很类似这个儒家的孔孟相仿佛，我们晓得孟子是学孔老夫子学得很像，也是孔老夫子不在世，欧耶大师也采取孟夫子的方法。那么莲池大师给阿弥陀经做了一个注解，叫苏超，他是先做的苏，苏就是注解经的，以后看看呢，他这个注解注得太深了，在当时没有问题，怕后世大家对他这个注解不太容易体会，于是就再做抄。这个抄呢，就是注解苏的，换一句话说，注解的注解，我们称之为苏抄。那么苏跟抄
都是莲池大师自己做的。这个注解在台湾流通非常广泛，我们图书馆不但印了这个苏超流通，而且还将古德法师的演绎演绎出来了。现在呢，我们将苏超跟演绎汇合起来，汇合起来精装印成一本，我们读起来就更方便了。那么演绎是苏超的注解，那么换一句话说，苏是注解经的，超是注解苏的，演绎是注解超的，这是三重注解。那么古德法师是莲池大师的学生，我们中国俗话说徒弟，莲池大师的徒弟，而且是莲池大师的侍者，照顾大师日常生活的这么一个人。那么莲池大师的东西能够传下来呀，得力于古德法师，那么他把它印出来流通于后世。那么苏超演义，我们在台北曾经讲过一次，我第一次是在年游念佛团讲苏超讲过一遍，这个第二次是景美图华藏图书馆成立了，我将苏超演义讲过一遍，这个我们留的有录音带，一共有335个袋子，可见的这个内容确实是非常的丰富，欧耶大师赞叹的是博大精微这四个字用得非常恰当。优西是地名，是天台山优西高明寺传灯法师。那么这位老和尚跟偶一大师的师父是师兄弟，所以偶一大师称他做师伯，那么他呢，晚年呢专修净宗，专弘净宗。这个老和尚感应不可思议，每一次深坐讲弥陀经呢，都感应到天若明空啊，大众都听到，这是听经的大众都听到。那么他有一个注解叫圆中超，诸位要记住，凡是超都是解释苏的，那么苏呢，苏不是他做的，苏是元朝时候大佑法师做的，大佑法师有一个阿弥陀经略解，就是简单的解释，有个略解，那么他就用这个略解呢再加以注解，注这个注解，所以他叫超，超就是注解大佑法师的这个略解。那么这个本子在台湾有流通，
流通的分量不多。这个台中联社曾经印过，我这个地方还有一本，叫圆中钞。那么他取圆中这个意思啊，是取圆融中道之理，以天台家这个真俗中三观来注解这个大佑法师的略解，所以称之为圆中钞。大师赞叹这个本子分量不多，它的分量啊，几乎跟这个要解相仿佛，不算很多。他赞叹道：“高深宏博。”换一句话说，苏超啊，太多了，也就太繁琐了。云中超太深了，因此都不便于初学，所以他底下说，特以文赋一反啊，变雅莫测。这个是说这个莲池大师跟这个优希大师的他们两个人的注解啊，或至初级浅识，幸运难解啊，或者是这个是不是肯定的词，就是或者有。有一些初学的程度浅的人啊，这两种注解他不能够得理啊。换一句话说，依这个注解升起信心发愿求生净土是比较上困难的啊。那么他这个就是叙说他为什么要注要解啊，这个就把他注要解的原因说出来了啊，说出来了。说故复浮揣荣誉，再述要紧，不敢于二翁敬意，亦不必于二翁强同也。那么这是说明这自己非常的谦虚，意思就是说也不顾自己贫荣裕禄，这个是大师谦虚的话啊。佛传就是不顾，我也顾不了这么多了啊。为了呢便利于初学程度比较浅的人，所以他在做这个要紧，不敢与二翁敬意。这个二翁就是指的莲池大师跟这个优希大师。但是也没有必要呢，是勉强跟他们所说的完全相同。为什么呢？他下面有个比喻说，譬如侧看成峰，横看成岭，纵皆不敬庐山真境，要不识为个个轻见庐山而已。这一句话含义非常之深啊，他这个话呢是个双关语看起来这很客气很谦虚，实际上
已经把他自己修正的境界给我们透露了消息。这个横看成岭，侧看成峰啊，这个话本来是苏东坡游览江西庐山时候写的一首诗啊。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啊。这个是苏东坡写的一首诗啊。那么他在此地引用啊，这个引用呢，他的意思就是他确确实实是见到庐山真面目了啊。莲池大师见到了，幽溪大师也见到了，他自己也见到了啊。这个意义就是告诉我们，他是真正亲证西方净土，而为我们来说这个要紧啊。纵然这个说法跟前面两位大师都不同啊，可是是真实的啊，决定不是猜测的啊，是自己亲证的境界。下面呢，这个只是序文呢，是到此地啊，就介绍完了。后面呢是五重玄义。那么这个是以天台家的讲经的方法啊，注经讲经啊，天台都用五重玄义。玄义呢，就是经中玄妙的义理。在没有讲经之前，先把它说出来，换一句话说，没有讲全部的经文，先把全经大义做一个综合的介绍，这就是这个意思，使我们以很短的时间对于全经概要能够了然于胸，这样才能生起欢喜心来深入研究啊这个经文啊，不至于茫然而没有头绪。那么天台家他用五个段落，就是用五段的方法来介绍这个概要，而贤首就是华严宗，他介绍一部大经的这个玄义用的方法呢，比天台家要繁琐啊，他是用十个段落，叫十门开启啊。当然十个段落比五个段落呢就要繁琐太多了啊。所以自古以来，这个纵然不是学天台的啊，他这个讲经注经呢都喜欢用天台的方法啊。那么欧益大师年轻时候啊学天台的啊，所以他的东西啊几乎完全呢采取天台的方式啊。那么天台叫五重玄义啊，就是五个段落啊。
这五个段落，第一个就是解释经体，像一篇文章一样，先要讲解文章的题目。第二呢，是辩体。这个辩体的意思，就是说这一部经它的理论依据，佛是根据什么所说出来的？如果这个依据我们不明了，信心就很难建立。假如我们明白佛所讲的这部经呢，确确实实是根据一个真实完全的理论，那我们就信得过了。他不是随便说的。所以这个第二个段落非常重要，说明他的理论依据。第三个段落呢，叫明宗。所以第二呢，这是起信，帮助我们建立信心。我们有了信心，我们要怎样来修学？这个明宗啊，这是讲这部经的宗旨，也就是讲修学的方法，修学的纲领。我们掌握到了，才真正能够用功，真正的用功，真正知道怎样的修学，自己才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益。第四是论用，宗是修因，这个用啊，就是结果。我们依照这个方法修行，将来会得什么样的结果？这个一定要知道。也就是说，我们学了这部经有什么用处？可见的这个佛法了，跟一般的玄学确实不一样。学了一定有用处。那么大家呢都知道，念阿弥陀佛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好像这个用处都是死了以后才能有的，现在没有，这个是错误的。现在要得不到好处，那将来的利益了就太渺茫了。所以我们在这个经典里面所学习那个真实的受用啊，就在现前，现前就可以得到。最后一段呢叫判教，这个判教是我们中国祖师大德讲释迦牟尼佛这么多的经论，给他做一个分类，做一个整理，使他前身呢有一个次第，就是这部经适合哪一类的根性人呢来学习，所以就根性上中下三等根性，或者是初学，或者是老修，好像这个排过程一样，应该排在第几个学年，这个判教是有这个意思。那么这个就是用这五个段落讲这部经的概要为我们介绍出来。下面呢，这是第一个段落，解释经体，第一释明。此经以能说所说人为名，这是我们现在采取的本子，是
鸠摩罗什大师所翻译的。罗什大师翻译这个本子叫《佛说阿弥陀经》。佛说，这个佛是释迦牟尼佛，阿弥陀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佛，所以这个题里面呢，是娑婆世界跟西方世界两个人的名字，所以它是以人名为经题。下面呢，这就解释佛者，此土能说之教主，即释迦牟尼，成大悲愿力，生无著卧室，以先觉觉后觉，无法不知，无法不见者也。那么他的这个注解确实是简单，也很容易明了啊。他解释这个佛字啊，那么佛说这个佛呢，此土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啊，能说的教主，这个教是教学，主是主讲之人啊，是在这一个讲座里面主讲的人啊，所以这个教主啊，我们不要错会了意思啊，这个是教学的主席啊，教学的主席是主讲人啊，就是释迦牟尼。那么释迦牟尼的历史我们在此地都省略掉了啊，不要在这里耽误时间啊。诸位在许多这个传记或者是这个经本注解里面都能够看得到啊，我们也把它省掉。释迦牟尼，但释迦牟尼这个名号啊，我们在前面都曾经介绍过了，诸佛菩萨没有名号，名号啊都是度众生的教学宗旨啊，用这个来做名号啊。所以娑婆世界的人当然毛病很多啊，在许许多多毛病里面，哪一个毛病最严重啊？这个最严重的要先对治啊！啊，这特别标榜在此地。那么我们世界众生普遍的第一个就是缺少慈悲心，自私自利啊，这是大病啊。所以佛在这个世间教学就要用释迦啊，释迦翻成中国的意思叫能忍，能够仁慈，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这个世间人呢，心不清净啊，所以说是妄想太多啊，昏沉太多啊，所以名号上啊用一个摩尼，摩尼是寂寞的意思啊，寂寞了，用现代的话来讲呢，就是清净心，心地清净，一尘不染，是这个意思，
能忍是仁慈的意思啊。我们今天讲博爱啊，讲慈悲啊，这个博爱啊，也是佛经里面的。诸位念《无量寿经》，《无量寿经》里面就有博爱啊，所以这个博爱这两个字出自于《无量寿经》啊。那么这个都是释迦的含义啊。释迦牟尼是印度话，是梵语，它的含义就是仁慈跟亲近的意思。那么这是我们众生的大病，所以佛提出这个教学的宗旨，让我们时时刻刻警觉到，提醒自己，像我们常这个一般呢是不是修净土的念佛都是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这个就是提醒自己对人要慈悲，对自己要清净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念这个佛的名号，如果不知道它的含义，里面没有关照的功夫啊，这个关照就是没有提醒自己这个意念的，那么这个名号是白念啊，这个名号没有意义啊，所以一定要晓得名号的含义啊，是我们这个念这句名号就是唤醒自己，把自己本性里面的大慈悲心念出来，把自己本有的清净心念出来，这就是释迦牟尼的意思啊。释迦称大悲愿力生无着我世，我们到这个时间来，我们为什么要来？来了干什么的？你们同学们自己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啊，这个从小到现在有没有发生过这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到这个世界来？来了干什么的？这是个大问题啊。啊，我告诉诸位同学说，我在十三四岁的时候就有这个问题啊，常常这个问题会想几个月啊，来干什么的？啊，可是想了很久很久啊，都得不到答案啊，那个答案也不是真实的啊。到接触佛法之后啊，我们才真正明白那是一回什么事情。佛告诉我们呐，凡夫在六道里面呢，现在我们生到人道了，人生是愁业的，你怎么来的？你是愁肠业报而来的。佛给我们说这么一句话，我们想一想，哎呀，果然不错啊！啊，人生是愁业而来的。啊，是干这个而来的。那么你过去造的善业，你这一生就很享福了啊！一生呢，称心如意，你得的是善果。如果过去做的业不善呢，那我们这一生生活的就很痛苦啊，事事都不顺心，都不称意啊。换一句话说，就是讲的因果报应啊。
这才是真正的事实真相。我们把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所谓是心安理得了。啊，这个道理搞清楚了，事实搞明白了，我心安了，不再怨天尤人了。啊，所以说命里头是富贵的，就安于富贵。命中是贫贱的，安于贫贱。啊，为什么呢？事实真相搞清楚，心就安。这个心一安呢，人就定了，定就生智慧。啊，这个生智慧呀，才能够改造命运，才能够啊转移命运。这是事实。啊，我们虽然过去是造的有业，这也是受报，没有关系。真正明白之后，我现在断一切恶，修一切善，那么我纵然有恶报，这个恶报很快就报尽了。我的善业能够增长，这个善的福啊，不要等到来生了，这一生就现前。啊，诸位读《了凡四训》，像了凡先生那一样的修学成就的人，在中国历代不知道有多少啊，没有写书留下来而已啊。袁了凡是写出来了，啊，没有写的人多，写的人太少了啊。他是写给他儿子去教导他孩子们的啊，否则的话他也不会把这个事情啊在社会上宣扬啊。那么了凡先生，改过自新，断恶修善的，把他一生的命运整个转过来。佛在经典里面讲的比他说的更详细，更透彻。佛家常说佛是门中有求必应，这句话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我过去初学佛，我的老师张家大师就教给我。啊，他告诉我，他说求一定要明理，啊，要懂理论，要懂方法。如理如法的求，没有不感应的，没有求不到的。他说你求啊，求不到，求不到的，它当中有障碍呀。你把这个障碍去掉啊，那就有求必应。我们都这一步进。这部经里面教我们所求的，那真是至高无上啊！叫我们求成佛了，这个成佛都能求得到。这个世间什么名闻利养、功名富贵，什么是长寿，这叫鸡毛蒜皮嘛？这哪有求不到的？这太容易了吧？最难是成佛成菩萨，这个难啊，这都能求到，其他的哪个求不到呢？啊，所以一定要明理啊，要懂道理，要懂方法啊，如理如法的去求啊，这样才能够把我们
这个业报身呢、啊、我们现在每个人讲业报身呢、啊。啊，换一句话说，你被命运控制住啊，这叫业报身呢、啊。学佛第一个好处，你要把业报身转变成愿力身。如果不能在这个地方转变过来，我们佛就叫白学了。啊，转成愿力身呢，就是尘缘再来啊。哎，我这个业报身呢，完了就报了了。而今而后啊，我这个身是愿力来的，就跟释迦牟尼佛成大悲愿力。啊，这是讲我们学佛现前得到的好处，现前得到的利益。大悲是对一切众生啊，从前这个业报身呢，念念为自己，事事都为自己，起心动念都是想到自己的利益的啊，为个人为家庭，这是业报。从今之后啊，我们明白了，我们起心动念，念念为一切众生，这不为自己了，啊，为众生；念念为佛法，啊，怎么叫为佛法？我们了解，佛法是世间。至善圆满的教育，如何将佛教育在这个世间推广，在这个世间发扬光大，使一切众生呢都有机会接触到佛教育，都有机缘接受佛教育，修学佛教育，这就是把愿力，把这个业力转变成愿力。底下说的五浊恶世，我们在过去在经文上读到这一句，体会并不深刻，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讲这部经的时候，如果不是大智慧的人，对释迦牟尼佛这一句话，在我想很难体会呀。但是今天提到这个话呢，我想我们每一位同学都能够有相当程度的领会。为什么呢？浊就是污染了。啊，我们今天讲环境的污染。在这个地球上已经相当严重了。所以每一个国家地区的政府都提倡环保。啊，为什么呢？污染太严重，浊就是浊物，
就是染污啊。恶呢是造恶业，人心不善啊，身造杀盗淫，口是妄语两舌，其余恶口，意是贪嗔痴的啊。确实现在这个社会人心存在着食恶的逐渐多起来了，这不是一个好现象啊。这是恶事啊，这是一个苦难的世界。释迦牟尼佛以大慈大悲救度众生的大愿，他要生在这个时代，生在这个地区，帮助我们脱离苦海，帮助我们超越轮回啊，他是先觉之人啊，他是个彻底觉悟了，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彻底明白了，他来教导我们，我们是后觉啊，听了佛的教诲，我们渐渐明白了，渐渐的觉悟。先觉是佛，后觉是菩萨，所以我们真正觉悟了，明白了，依照佛的方法来修行，就是菩萨，特别是修学这个法门啊，这是大乘法门呐、啊！你看那个《无量寿经》，就《大本阿弥陀经》呢，一开端佛说大乘。啊，所以这个经是大乘的，大乘菩萨所修的啊，所以你真搞清楚，真搞明白，真正发心依照这个方法修行，你就是菩萨啊，你就当得起这个后觉了啊。这佛是先觉了，帮助我们开悟啊，无法不知，无法不见。这两句话是称佛大觉究竟圆满的境界，也是我们修学最后要获得的境界。我们也要像佛一样尽虚空遍法界，要做到无法不知无法不见啊。那么我们自己也就成佛了，这是把这个佛这个字佛简单的介绍出来了。下面呢，就是经题上第二个字说啊，佛说，释迦牟尼佛说，说者曰所怀也，怀是心胸怀呀，心里面欢喜叫曰所怀。心里面欢喜，佛以度生为怀啊，这个诸佛如来他心里想的什么呢？念的什么呢？心里头念念没有别的，
念念就是要帮助一切众生，帮助他们呢快快成佛，跟自己完全一样，那佛就欢喜了，就满他的心愿了。这佛是以度生为怀，这个地方是我们第一要学习的。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转业力为愿力呀。如果我们这个心愿跟佛的心愿相同，那这个愿力大，这个业力立刻就转掉，就摆脱掉了，摆脱得干干净净的。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念头一转呢，我们这个人就变了，从前是六道里头的众生呢，现在变成菩萨了，变成了法界的法身大士。这个念头一变就转过来，问题就是你会不会转，你肯不肯变，这个心一变呢，就转过来了，所以。一定要以度生为怀，念念帮助众生，不要想自己，要想众生，怎样把佛法这样美好的教育、圆满的教育介绍给一切众生，推荐给一切众生。那么你真的发这个愿，你跟诸佛如来同愿同德同心。众生成佛即熟，这一句话确实过去祖师大德讲经说法没说过，这个注解里头也没看到过，我们看莲池大师的俗钞，优希大师的云中钞里头都没有这个说法，所以他这个是很难得，真的把佛的心愿说出来了，可见的这个法门不可思议啊。众生成佛即熟，这个法门是叫众生成佛的法门。如果你成佛的机缘没有成熟，说这个法门呢，你不能接受，你也不相信，没得用啊。那佛就不说了。佛说这个法门呢，是看到你现在成佛的机会到了，所以他把这个法门介绍给你，你依照这个法门去修，你这一生就成佛了。你想想看，还有哪一桩事情能够使佛比这个更欢喜了？没有了。我们在《无量寿经》看到的，《无量寿经》的发起序里面，阿难尊者看到释迦牟尼佛容光焕发，他跟他那么多年从来没有看到今天精神这么好，容光这么好，什么原因呢？讲《无量寿经》的机会到了，讲《无量寿经》的机会到了，也就是看看这个大众啊，成佛的机缘成熟了，所以佛这个欢喜是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呀，这样的欢喜，
所以这一句难得了。啊，欧耶大师为我们道破，他确确实实亲见到这个境界。为说难信法，令究竟脱，故曰也。啊，你的机缘不成熟，佛说这个法没用处。你的机缘熟了，什么叫熟呢？你一听就懂，这是成熟了。你一听就相信。你一听呢，就肯修，啊，就肯干了。这个人机缘成熟，啊，这个人这一生当中啊，永远脱离轮回了。那么换一句话说呢，现在这个身还在啊，这个身就是佛经上讲的叫最后身。我们在六道里头生死轮回无量界，这个不晓得轮回多少次啊，哎，下一次没有了，下一次超越轮回了，所以现在这个身在六道里叫做最后身，啊，超越六道轮回了，啊，所以这是说这个难信法令究竟脱，究竟脱是成佛。这个脱是解脱，究竟的解脱。为什么呢？因为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一生的，这个不是第二生去的，这诸位同学一定要知道。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临终的时候没有断气，人是活人的，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你，我们这个佛像是接引像，佛垂手来接你，啊，来接引你，我们跟佛走了，所以是活着去的，啊，跟佛走了才断气呀，啊，不是死了以后才往生的，这个诸位同学一定要把这个事实搞清楚。啊，所以这个法门真的是不死的法门呐。啊，死了以后走的，那这人死了才是第二三生呐，这个不是，是当生。啊，所以念佛念的功夫好的人，能够预知时至，啊，自己晓得什么时候佛来接引我，自己知道啊，不生病，啊，走的时候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啊，有站着走的，有坐着走的，那个都自在。谭旭法师在佛七开示里面跟我们说过，他说他一生当中亲眼看到念佛临终不生病，自自在在往生的，就是站着走的坐着走的，他看到二十多个人，啊，那听说的呢，那就太多了，那个数字就记不清楚了。啊，亲眼看到的呀，啊，你看《念佛论》里面讲的三个人，那个多自在呀，啊！啊，极乐世界修无师，啊，山东的镇西宾居士。啊，青岛的拉三轮车的，不是三轮，是拉黄包车的，拉黄包车的那个太太，啊，张氏，那是
坐着往生的，啊，这个是他亲眼所见，啊，他是青岛湛山寺的住持，啊，所以这个法门是真正的不死的法门呐，啊，你是活着到西方极乐世界，到达西方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一样。无量寿，一生圆成佛道，成的是究竟圆满佛了，所以这个法门叫当生成就的佛法。你说真正相信真正肯修，这个人的福报有多大了？我们六道当中任何一个人，不要说人间这个帝王，天王也不行的，也比不上他。啊，所以在《无量寿经》上我们读过，真正这个成佛机缘成熟的人，是过去无量劫来你所修行的善根成熟。先前得到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冥冥当中的加持，使你接触到这个法门呢，立刻就能解、能信、能愿、能行，这谈何容易啊！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珍惜。决定不能在这一生当中空过了，那就太可惜了。啊，这是月字。要解里面告诉我们，阿弥陀佛了。啊，不是阿弥陀佛，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他修什么方法成佛的？这个也是古来大德没有提出、没有提醒过我们。藕益大师在要解里头提醒我，这个呢就在弥陀经上。弥陀经上说，这是佛告诉舍利弗尊者说，当知我于五浊恶世行此难事，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一切世间说此难行之法，是为甚难。那么佛讲的说，五浊恶世行此难事，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成佛。换一句话说，释迦牟尼佛成佛就是念阿弥陀佛修这个法门成佛的。啊，原来就出在这个经，这个经我们天天念它，我们疏忽掉了。大师这一点醒啊，我们这才明了啊。啊，说此难行之法，这个难行之法就是持名念佛的方法。啊，所以佛是念佛成佛的，佛把念佛成佛这个方法教给我们呐。啊。一定我们自己成佛的机缘成熟了，佛这一点醒我们，我们立刻就得到受用了。啊，这个把说字介绍出来，下面呢阿弥陀，阿弥陀所说彼土之道是，这个彼土是指的西方极乐世界，一四十八愿偈
信念念佛众生生极乐世界永劫不退者。阿弥陀佛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导师，在《无量寿经》里面，我们读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我们知道他四十八愿是怎么来的。这个去年呢，我们在此地讲《无量寿经》，都跟诸位报告过。愿愿都是接引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是十方世界所有一切诸佛所赞叹的啊，一切诸佛所赞叹的。为什么一切诸佛都赞叹？因为一切诸佛都有一个共同的大愿，就是度众生成佛道。啊，虽然有这个大愿，但是事实上呢，帮助众生困难重重啊，就是众生根性不一样，嗜好不相同，所以是用的无量无边的法门。四弘誓愿里说法门无量誓愿学，佛是用无量法门来度无量众生，就没有想到阿弥陀佛那真是叫高度的智慧啊，太巧妙了，他用一个法门呢就普度一切众生，所以令一切诸佛不能不佩服啊，不能不赞叹的啊，佛佛道统。这个诸佛如来不想我们凡夫啊，凡夫看到，哎呀，你一个好法门，我嫉妒你啊，想方法障碍你啊，这是凡夫啊。诸佛不一样，哦，你这个法门好，好，我们大家都捧你，啊，把我的学生也都送给你。诸佛如来是这样的，啊，所以一切诸佛如来都把自己这些学生呢，通通都介绍推荐到西方极乐世界，像我们的老师释迦牟尼佛一样啊。我们为什么不念释迦牟尼佛呢？啊，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劝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这个道理啊。阿弥陀佛那个法门好啊。释迦牟尼佛也分享阿弥陀佛的成就，释迦牟尼佛既然分享阿弥陀佛的成就了，这个十方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例外，通通都分享阿弥陀佛的成就啊，所以啊，都劝一切众生呢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西方世界就无比的殊胜庄严了。那么西方世界怎么去呢？这个条件太简单了，就这三个字，信愿念佛。你真的相信
愿是你真肯去，那真正想去，真正肯去，只要你一天到晚老老实实念这句阿弥陀佛就行了。你看这么容易，这么简单，你只要专心修学。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一定来接引你。这个是他的本愿呐，四十八愿里面我们看到的。我们这个业报之身快要报完的时候，他就来接引我们了。永劫不退，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修学任何一个法门，在一切诸佛刹土修行的都是进进退退的，所以修行的时间很长啊，很难成就啊。西方世界最大的长处就是决定没有退转啊，这个世界就好比是诸佛如来啊，在这个法界里头办的一个大学，在阿弥陀佛是校长啊，这个诸佛如来劝大家都到这个学校里面去求学。这个学到了这个学校，只有升级没有留级的，没有这个退学的，你说这个学校多好啊！这个升级，这经上也说的也很有道理，有人升得很快，有人升得比较慢一点，那是你个人到西方极乐世界用功勤度的关系，你很勤奋很认真，那你就很快速地往上提升啊，你要是稍微懈怠一点呢，那么你的进度就比较慢一点啊，但是绝对是进步的，不会有退步啊，只是进的这个快慢而已啊，这么好的一个地方那么不退转，在佛在这个大乘经里面跟我们讲的有三种第一个叫位不退，第二种行不退，第三种叫念不退那么在我们这个世界，这三种不退地位不相同第一种位不退，小乘要证得初果，这个就是圣人我们称圣人，那就不是凡夫了。换一句话说，他不会退到凡夫位，这叫位不退。但是往上提升呢，相当困难，时间很长，也很缓慢。第二种呢，叫行不退呀，这是大乘菩萨。菩萨大慈大悲，教化众生，他不会退转到小乘所以叫行不退。第三种叫念不退，是念念都去向无上菩提。这个念不退是化身大士，像华严经上讲四十一位化身大士，也就是破一品无名正一分化身的这样的菩萨才是念不退。
那么我们念佛的人呢，很奇怪。什么奇怪呢？你只要真正相信，真正发愿，一天到晚念这句阿弥陀佛，这三种不退呀，都在其中，这个妙了。那我们是凡夫啊，我们连这个小乘须陀洹都比不上啊，小乘须陀洹这才未不退呀，我们是凡夫，居然这一句阿弥陀佛坚定的信愿呢，这种三种不退我们现前就得到。你说这个奇妙啊，这个法门真正叫不可思议啊，真正是难信之法了。现在就得三不退了，那到极乐世界还有问题吗？当然是圆证三不退。这三种不退同时证得。特别是讲我们现前凡夫三种不退现前得到的，除了念佛法门之外，没有任何一个法门可以做到。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真的是难信之法。所以我们能够相信呢，不容易。真正是过去无量劫来的善根。先前这个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本愿威神的加持。如果不是这样，真的我们没有办法相信。下面呢，解释阿弥陀。梵语阿弥陀，次云无量寿，亦云无量光。那么光跟寿呢，是释迦牟尼佛在经文里面给我们解释。其实这个阿弥陀是梵语，是梵音音译过来的。依照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无量。阿翻作无，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就是无量。无量是指一切一切通通都是无量的，都是无量的。那么佛呢，用两个字来代表，用一个寿，用一个光。寿也就是代表了时间，过去现在未来。光呢，是代表了空间，光明遍照啊。那么无量的时空里面所包含一切的万事万法通通是无量的。这个才是阿弥陀的本意。那么佛不用时空，用寿跟光啊，那个意思就更深更远。寿是寿命啊，所以佛说了，无量功德里面的寿命是第一德。如果要没有寿命，那就是无量的光明，像底下讲的说这个功德神通道力啊，种种庄严呢，没有寿命不全落空了。一切的无量都落空。所以寿命是所有无量这种最重要的一个条件。你有无量的寿命啊，底下的一切无量你才能够享受啊，你才真正能够得到啊。所以把寿命摆在第一，无量寿啊。诸位晓得，不只是寿命无量，一切都无量。光是光明，
光明代表智慧啊，所以底下讲要知啊，这是举几个例子来说，说不尽的啊，功德。什么叫功？什么叫德？这两个字一定要把它搞清楚，决定不可以误会。功是功夫，功是功恨。这个字念去身，也就是讲修行，这修行是功夫。德是讲的果报，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获，耕耘是功啊，收获就是德啊，这个德跟那个得到的那个得是一个意思啊，就是得失的得啊，是同一个意义啊，所以你有功夫，你一定呢就有收获啊，一定就有收获。这种功夫是真实的修行啊，譬如我们持戒，这是功，你一定得定啊，因戒生定，定就是得。修定呢，又是功，定能开慧，开智慧呢，这就是德。啊，智慧开了，能破无明，能断烦恼，自己能成就无上菩提涅槃。啊，那就是德。所以这个功德呢跟福德不一样啊，像我们这个做一点善事啊，出钱出力做一点善事，那是属于福德啊，福德所得的果报叫人天福报啊，人天福报不能超越轮回，功德可以超越轮回，可以脱离三界，福德不行啊。六祖大师在《坛经》上也说得很明白啊，生死大事，福不能救啊，福德没有用处。那么像过去我们中国梁武帝的时代啊，梁武帝学佛的人都知道他，他是虔诚的佛弟子，对于佛教非常拥护，以他的地位啊，以他的威力，他在位的时候替佛教建造了480座的寺院啊，帮助许许多多想出家的人，他都帮助他啊，都发愿供养他啊，所以度很多人出家。那个时候禅宗大魔祖师到中国来拜访梁武帝，梁武帝就向他夸耀啊，你看我做了多少功德，我的功德大不大啊，
建了480个大道场，啊，度了这个几十万人学佛。大摩祖师是很老实的人，听了之后摇摇头，并无功德，是一盆凉水浇到梁武帝头上，梁武帝听了很生气，话不投机，算了，也不护持他，搞得大摩跑到少林寺去面壁求年，没人理他。假如啊，梁武帝要问他，我的福报大不大？那大摩祖师一定点头，很大很大。啊，那做的是福报啊，人天福报啊，不是功德。啊，所以诸位啊，功德跟福德一定要分清楚。啊，福德可以分给别人享，比如说我有房子，我房子可以送给你；啊，我有车，车也可以送给你坐。可是我的定功啊，我的智慧没有办法送给你，我的才艺没办法给你，那是你的德啊。所以功德没有办法给人，福德可以分给人共享啊。所以功德一定要自己修啊，别人不能代替啊，你的功德也没有办法分给人啊，这个要知道。功德跟福德要辨别清楚，啊，所以你自己确确实实成就了戒定智慧，啊，无量的才艺德能，啊，是智慧神通，啊，神通用现在来讲呢，就是能力。啊，通是通达的意思，是没有障碍通达。神呢是神奇莫测，啊，别人想不到的你会，啊，你去做样样都没有障碍，样样都做得尽善尽美，啊，像今天这个西方小科学家发明许许多多这些科技，在佛法里面讲都叫神通啊，他对于光、对于电、对于这些东西，他都能通达，啊，这个是一般人看起来非常神奇的，啊，所以神通是这个意思，啊，用今天来讲，就是这个技术啊，能力，啊，道理，这个道理是讲他修养的功夫，啊，今天来说是讲修养的功夫。在佛法是讲戒定慧的这个能力，啊，依正，这个依是他的生活环境的享受，正报是身体，身体健康长寿，啊，有充沛的体力，啊，依报是他生活环境非常之美好，啊，庄严就是我们讲的真善美慧也。说法啊，说法，他有智慧，他有非常好的教学方法啊，使听的人很容易明了，很欢喜的接受，这是教学法的善巧啊。化度啊，这个度。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帮助人啊，协助别人。这个话就是帮助他变化气质啊，帮助他化凡成圣。啊，这个就是从教学的效果上来说，啊，如果教学不能产生变化，这个教学的目的没办法达到。啊，譬如我们刚才讲的，我们必须要把业力变化成愿力，
那我们就真的得受用了。啊，我们这一课就没有白学了。啊，那么这是乐局几条，总而言之，业业无量。啊，要是和前面赞美佛的那个话呢，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是阿弥陀的意思。啊，所以其他一般宗教赞美上帝啊，全知全能，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这是我们这个佛法修学最高的目标啊，就是要在这个宇宙人生当中啊，确确实实能做到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好，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